朝鲜的警告，于本月5号开始举行为期15天的下半年联合军演。此次演习将集中验证韩军战时指挥权的运用能力，也是韩军将领第一次担任联合军演总指挥。那么，美国真的会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吗？这样一次军演给半岛局势注入哪些不稳定因素？就相关话题，军事观察员尹卓将为您做深入解析。对话，央广记者胡金。 据了解，这次演习假设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，以计算机模拟方式进行，以及还计划借美国新任防长艾斯珀9号防。